出国穿搭如何能快速通关？出国想要快速通过安检，建议我们的服装可以穿着宽松的毛衣，还是贴身的运动服？你哪一件衣服不宽松啊？我哪一件衣服不贴身？我选贴身运动服。哦，宽松的都不要穿成贴身的了。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